这些宇宙射线的这些探测器，市面上是没地方买的。每个探测器里面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亲手设计、亲手组装。这个铅板就有300公斤，都是我们自己搬过来的。所有的这些电缆线，你大约有800多根的，因为碰上沙尘暴，我们每个人都是跪在地底下跪在这里，一根一根一米一米的拉过来，所以非常的艰难。